的月亮好圆呐、啊！早上四点钟，今天可起个大早了。起个早啊！现在天气热了。我们就避开中间，要么就早一点，要么就晚一点。今天钓早口。对，钓早口。上次在江苏是试验过了，黄昏的口是真的好。黄昏对。那今天是要试验一下早口怎么样？对，钓钓早口。现在这个点估计起来的就是要么找饭店店主，要么就清洁工哈。对对，你说钓鱼人是为了什么啊？起早贪黑的，我至今为止都没有弄明白是为了什么，所以我还在起早贪黑的在钓啊，还在摸索这个问题啊。为什么啊？你说钓到半夜啊，一天钓下来，顶着大力大太阳钓下来，然后钓到半夜。甚至下雪天的时候，你说身上积满了雪还在那钓，对，这人家都在想，莫不是个傻子吧？大清早的不睡觉就想着要去钓鱼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想不明白。哎，我觉得以前觉得啊，我觉得这会不会是那个，就是雄性啊，男人的基因里面有一种，就是古代那种狩猎欲望，最古老的那种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像古代的时候是不是，女性的话就是要不摘浆果啊？要不就种一些东西，就采摘类的。那男性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狩猎啊，打猎，抓一些野兔、野猪什么什么的。会不会这个有跟这个有关系？天性使然是吧？这来自于血液的这种召唤似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是约了位蒋哥一起钓，老朋友嘞，好久不见嘞，好久不见，真的，快吃个拌面。什么还没睡醒啊？我昨天两点多才睡。那、就今天两点多了，睡了两个多小时了。我三点多才睡了，对吧？六几多？四了。来吃面，吃面，吃面。你呢？我待会儿有的。那边鱼情怎么样？鱼情的话，反正扁鱼、草鱼，有翘嘴，有时候会碰到那种青鱼。青鱼啊？对。水面积很大了。面积大概有个六七十亩吧。它跟三百潭是不是连在一起的？对，是连在一起的啊。对。啊，那那个青鱼如果上来的话，那很大嘞。是很大。还好我们今天玉米跟蚕蛹都带了。主要是里面主要是吃什么？玉米是偏向于这个是自然的那种味道，应该是因为他们钓的基本上都玉米蚕蛹，玉米蚕蛹，对，都带了，嘿嘿，两种都有了。哎，要不要两只杆子？两只啊，两只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哈。玉米跟蚕都没有带那个支架，双头的支架没有带。啊。才五点钟，天就这么亮了。好、哦，就这个样是吧？哦，水面蛮大的。船上钓点好点还是岸上钓好点？那个船就是真的是岸上走过去之后，还是在那几个船。啊。就是这个范围。对。五六十亩应该有吧？啊？我说五六十亩差不多应该有吧？嗯。不止。那外面也是同一个老板。啊。那就那边岸上吧。那里吧。啊。好。这边岸边还搭了个浮台，专门供钓鱼的。这边外面是不是就三百潭了？这里属于一百潭。这属于一百潭，那边外面呢？二百潭，再过去三百潭。啊、哦，连着的，它就是中间网隔开了。对，就同样一个东西。啊、分段承包是吧？啊。这里两个人承包。他们住在中间岛上。老板在那边。嗯。打窝了？没有。老曹还准备打窝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不打了吧？这气死人的呀！哎呀，上了，上鱼了。蒋哥上了，前面有几条小白条哈。嗯。啊，现在来一条扁鱼，一斤左右。这扁鱼也不大。嗯。大的也有，小的也有。你还打吗？打一点吧。稍微打一点。嗯。蚕蛹跟玉米。对，都打。
这个蚕蛹它有一些是干，它是这个是干瘪的，嗯，有一些是浮水的，嗯，可以看得出浮水跟沉水哈。对，把这个水捞掉，啊、用水这个水要如果用来开饵，那是太好了，腥味很重啊。对。我感觉啊、嗯、我们来的还是稍微晚了，晚了吧，嗯，现在太阳都已经这么大了，虽然说才5:30啊、哦、这个太阳，我觉得真正如果想钓藻口的话，嗯，提前一天早上晚上嗯打窝打好，然后大概3点多过来的话，4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刚开钓下竿啊、哦、应该差不多刚好，前一天的夜钓打好窝子啊，第二天早上接着钓啊，不用回家车里睡一晚，我打2勺下去，嗯，把这蚕蛹下去，那目标就不只是鳊鱼了，嗯，翘嘴，300来翘嘴真的很出名，是吧？嗯，来两条，稍微至少我钓友群里面来300条就是为了搞这翘嘴来的，不打多了，好多巨多，不打多了，这个它这种蚕蛹啊，腥味重，然后都是那种高蛋白高脂肪啊，嗯。所以我们不要打太多，打太多了它反而这鱼它就在底下吃这个东西，嗯啊，它就不找你的钩子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这种颗粒固状的饵料去打窝做钓的情况下呢，嗯，时间不长啊，就是当天钓的情况下呢，还是坚持一个就是边钓边打窝，嗯啊，这是坚持这样一个原则，就不要一下子全部打满了，哎，对，你如果一下子把窝子打下去，鱼全在底下吃窝料，啊，它找不到钩子，所以呢咱们还是边钓边打，玉米呢等一下还是也撒一钓的时候，钓的时候再打啊，钓的时候让它这个下行的这个动态是诱鱼啊，蒋哥说这边扁鱼很多是吧，对，经常钓到扁鱼，但是很少钓到草鱼，草鱼没怎么钓到，草鱼肯定是有，肯定是有，没钓到过是吧，有人上次群里面几个人都上过，但是我没钓到他在这边就是钓不到草鱼，没人品，钓不到鱼。今天用的7米2杆子，7米2，打出去水深大概多少？水深大概2米半，两米半啊，2米半，两米半的话，其实钓这个，草鱼、扁鱼这种鱼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深。嗯。但是中午可能会差一点，中午温度高了，温度高了，这个相对浅的水域呢，这个升温更快。鱼呢它肯定会往深一点的地方走啊，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好钓的一个时间段，现在还蛮凉爽的，对，虽然太阳已经很大了，对，线组呢今天用的因为来的匆忙，拿线组的时候拿了一个空壳子，结果没线线做线做了一个，主线是3号，主线3号，子线呢是准备用一个2号的3+2，夏季常规线组，对，3+2的一个线组，3+2呢，如果是针对扁鱼跟翘嘴没问题，嗯，但是如果说碰到大草鱼或者青鱼的话，比较危险。10斤左右还可以啊。嗯，10斤左右的话可以搏一搏。嗯，但是相对来说呢，夏季的鱼它的活跃性更高，就是它的爆发力更强。嗯，啊，其实，在夏季咱们用线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适当的。我的建议呢，如果是在5斤往上的鱼啊，嗯，基本上是4号，3到4号。嗯，那么5斤往下呢，就是2到3号的鱼线。嗯啊，差不多，钩子呢其实还是根据这个鱼体来使用，那么我今天呢是准备使用一个8号的伊森尼，那就是说扁鱼也能吃，草鱼也能钓着它，那不也不容易脱钩，钩条够粗了啊，对，就是基本上是在5到8斤的针对这个鱼体，嗯啊，那么浮漂呢其实3米左右的水深呢，平时咱们如果钓鲫鱼的话1.5到2克就够了，嗯，但是钓夏季鱼口比较猛啊，包括草鱼，其他的口比较猛，那么我今天用的是一个3.5克的浮漂，嗯，啊，直线量让它大一点，你防一下小杂鱼。对，这个玉米啊，嗯，小杂鱼的小餐条也会抢，小餐条、小翘嘴、嗯、小扁鱼都抢得很凶的。嗯。最起码我也没有空军翘嘴，这是应该是小翘嘴吧，小翘嘴啊，翘嘴苗子可大可大了，
这有二两了。二两，二斤了。你怎么不说二吨呢？二吨，那不可能。哎，这种有点类似于翘嘴的这种嘴巴特别大，玉米塞进松松的。来，给它拍出两斤的感觉。推近一点。嗯，哎，你现在放了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想油炸下酒的时候就没了啊。哎，这个翘嘴不要，要餐条还好一点。啊，餐条。哇，还是这么大，好大好大，这条不是小翘嘴嘞，不得了嘞，这条真鲳鱼嘞，三条，嗯，也是翘嘴，好大好大，翘嘴闹窝子啦，有个三十公分，还差不多40公分。尾巴一切刚好摆一盘，就这么还差不多，这太小了。扔出来就是一条刺。我姐夫就是宁国人。哦，那你今天又去了。哇哦！毛到了什么？扁鱼啊！哈哈，扁鱼，终于来扁鱼了！鲶鱼，啊？鲶鱼，终于啊，来扁鱼了！哈哈，可以的。好，好，有一斤半了。哈哈，总算上条像样的了，总算没有空军了。我就怕跟小蒋一起又空军了。哈哈哈哈。所以我不敢叫你们啊。没事，图个开心，图个开心。这个有一斤半有啊。哎呦，好重哟！啊！哎呦，看看，哇，大扁鳗，好白哦，还可以哦，这条一斤半，一斤半有的。嗯，白白的，清蒸一大盘子放不下了，哎，晚上可以清蒸了，刚好晚上有人吃饭，那是加工。嗯。可以的，这差不近吧？哎，刚刚好，刚好，非常好嘞。小翘嘴闹窝，哎，上了好多小翘嘴了。对，好几条的。这避不了吧？嗯，避不了。翘嘴嘴巴有这么大？对，避不了。你再大的钩子，它也吞得下去。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鱼越小啊，它这个对这个食物的渴望就越高，知道吧？就这种三四两的小翘嘴。对，它特别猛。嗯。所以避呢是没办法避，只能说打吧。嗯，就尽量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窝子里真的是有个体偏大一点的鱼，只能说就是看这个概率了。实干嘛，有一条不错的，可以了。尤其像这种翘嘴，它本身喜欢抢食，嗯，然后你想100%去避它是比较困难。嗯，蒋哥那边现在没口了？我一直停口，一直停口。不打窝。刚来的时候，这开门红三把火烧的太凶了。对，人家还在这调漂，他居然上条扁鱼。打点窝子来，打手草鱼，手草鱼们更加要打窝了喽。嗯，没打窝都没口，都吃不上草鱼就是扁鱼。他这里情况摸清了，你看看这种打窝，我们一来嘛，不了解情况，窝子打了一点，他说不打窝还上鱼。哎，还是扁鱼啊？这条小一点。哦吼，这边还真是扁鱼的窝。金八左右。金八。也还好啦，
你还好了？没有意见，差不多。嗯，但是能够下餐桌了，可以下锅，可以下锅了。下个草网吧。别掉了，这条是我的。好，你的。今天我吃大的，你吃小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最近减肥，我饭都不吃，就吃鱼。靠你了啊！靠。这个没跑不了。刚下去有解口啊？有解口。有，看来你这个抛几颗，然后跟一干，这个很有效。对，这个套路。哦，这边蒋哥就执着于草鱼了。但是没办法，钓不到草鱼啊。下次再挂个草试试。挂个草要钓草边呢、啊，钓水中间没用。草边就在那，你是不是钓了找到去两次，你摔两次？啊。哇哦，漂亮！哎，扁鱼，是扁鱼吗？哦，扁鱼，这才这么大的，不小，大的啦，八米对我来说都不是，拎起来我都是在上网的，都是小鱼了。终于你又上一条了，要不要？不要，直接拎啊！我操，这条一斤多啊！哦，跑鱼啊，跑鱼！你说草鱼还跑鱼？六加四啊！六加。好了，现在2-2啊，一人两条。我线都没绕的嘞。哇，他直拎的。哇，这个不小。哦，这条也可以，跟你第一条差不多。对。一斤半有。找东，好了，你的晚饭你自己能搞定了啊。我不要了。不掉给你吃了。阿米一的长杆。这锅。钓这么小的鱼。这几个被我挂破了。好浪费。直接拎破了，自己下草网了，我不自己下鱼货，我不啊，那就放这儿吧。我都扔掉。老曹钓这个鳊鱼啊，嗯，是不是聊天这个噪音方面可以稍微不要紧一点？嗯，相对来说，嗯，噪音呢，岸上的噪音呢，我觉得是尽量的能够去避免，还是避免，就小一点。对，小一点。嗯，悄悄的这样聊一聊就问题不大，但是你这样跑来跑去，比如说像这个。这个木板上面啊，嗯，这个动静太大了，肯定是会有影响，嗯，但是抛竿下去，咚咚咚这样的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影响，啊，就是类似于咱们打这个颗粒饵料下去，因为本身这个有声音的这个动静，它也是一个诱鱼的一个点，嗯，啊，然后抛竿下去呢，问题不大，稍微重一点啊，落水声音稍微大一点的、啊，问题不大，嗯，但是如果说你要去钓鲤鱼、草鱼、青鱼等等这种啊，嗯，个体大的，对。这种声音呢还是要轻要小，嗯啊要小，因为像青鱼啊、鲤鱼啊、草鱼啊等等啊，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比较喜欢安静一点，啊，你如果噪音太大了，对这个影响还是有的，嗯，你的窝子里面虽然说你抛饵下去的声音，它这个鱼是慢慢的是可以习惯，嗯，而且这个草鱼它在岸边的话，它经常是会习惯的一些有东西掉下来，嗯啊，所以这个声音它习惯的，但是你这个落水的声音，这个你抛竿下去的落水声音啊，嗯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有一点有一些区别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保持一个落水平静，啊，嗯，安静一点，平静一点下去会比较好一点，啊，行，开始一钩挂玉米，一钩挂蚕蛹了，上钩玉米，下钩蚕蛹，前面两条鳊鱼都是靠玉米的吗？对，前面两条鳊鱼都是玉米钓的，嗯，但是呢，想着用蚕蛹了，但是咱们这个窝子底下。最早来的是打的是蚕蛹，嗯啊，这个玉米呢下去是通过动态这个去诱鱼来，嗯，那么流鱼呢还是蚕蛹，嗯，那么像咱们这些鱼类，它在有东西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，嗯，没东西吃的时候什么都吃，嗯，有东西吃的时候它肯定还是会挑一下，是吧？挑一下，所以呢咱们也试一试，就是用这个蚕蛹下钩挂上去，嗯，那么去看看这种扁鱼或者翘嘴口怎么样，嗯。看看呢，如果说它还是吃玉米，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换一下，把这个蚕蛹挂到上钩，玉米挂到下钩，嗯，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，这个蚕蛹跟玉米它在不同的这个水层嘛，嗯，蚕蛹是触底的，那么玉米是离底的，这个时候就能分辨出这个鱼是在哪一个蛹层，它是在底上觅食呢，还是在离底的位置觅食，它是喜欢吃蚕蛹呢，还是喜欢吃玉米，都得去试一下，啊，多试一下，反正有这两种饵料在，对，啊，这样相对来说这个。
玉米啊偏向于边鱼草鱼一点，对，蚕蛹的话偏向于青鱼汪刺啊，或者说翘嘴，对对，那种就是食肉性的那种鱼种，可能会吃腥的，就是说说白了吃腥的鱼种，嗯啊，其实有时候呢草鱼它也吃腥，嗯，有时候之前螺丝都有钓到过草鱼，试试看，测试一下，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三百台这边的翘嘴的，大翘嘴是吧？很漂亮的，一个一两斤的翘嘴，对，杭州这边三百台钓翘嘴是真的蛮出名的，嗯，是的，还有汪刺，这汪刺也蛮大，筷子长，筷子长的，嗯，汪刺钓一条啊。钓条给你晚上蒸，没干再蒸，怎么吃都想好了。哎，是个蚕蛹，是个蚕蛹，对，下钩。啊哈，小翘嘴，翘嘴也是偏腥啊。挑还是可以，还是会挑的啊。嗯。哈，二两小小翘嘴。小白鱼。现在蚕蛹挂的是下钩啊。下钩。啊。现在换一下。好，换回来。现在把玉米挂在下钩。嗯。要验证两个，一个是什么鱼爱吃蚕蛹，爱吃玉米。还得验证这个鱼在什么泳层，对，它在底上吃呢还是在这个，按理说呢翘嘴应该是在离底的位置，有东西的话它就是应该会直接去咬钩了，因为它本身是从中上层下去的，对，首先它找到的肯定是上钩，但是它直接就咬了一个下钩，说明下钩还是对它有诱惑力，嗯，还是那个有肉吃的时候就不想吃米饭了，是你哈哈哈哈哈！钓嘛，最起码钓了两三天的呀，那也要懂了，对吧？两三天起步的呀。你要去吗？我要联系一下。别鱼了。哦，这条大的。好鱼。啊啊！有劲，不是扁鱼，不是扁鱼，不是扁鱼，应该不是扁鱼，草扁鱼应该出水了。哈哈哈哈，走得云开见月明啊！翘嘴，翘嘴，哦，小翘嘴，是翘嘴吗？翘嘴吗？哦吼吼，走得有点手感嘞，羡慕吗？这才对啊，应该也不。是草鱼吗？你别偷过了，我操！应该是草鱼。哦，草鱼看起来蛮长的。蒋哥哥期待了这么久，被老曹给上了。别来四斤。三加二，我要慢一点。没在四手上。哎，什么鱼啊？应该草鱼。啊，草鱼。翘嘴。翘嘴。哇！哦，大大刀来了！终于来了！大刀，大刀。这条才对吧？这条才对吧？漂亮，漂亮！我总该被你上一条了呀，走这条两斤，差这条两三斤啊，有的有三斤多这条。哎，我们有秤啊，我这里好像有秤。不要跟我跑了啊！这个串网跑掉了，我给你称一口。哎，秤呢？啊，秤在这里。哎呦，别飞，别飞！呵呵呵呵，这条哦，这条好大，这条大刀，多了，这条大刀。哎呦，我操，摘不下来。这个，可别掉喽。哎呦，我操，这条真好。这条真被你钓起来了。上钩还是下钩啊？下钩。下钩。嗯。漂亮、哦！这条可以拍拍照。哇塞哇塞哇塞！可以可以可以有可以有，一下吧。公斤公斤，就直接挂这个好了。好的。哇，好肥啊这条！1.5，一点五三斤，一点
差不多，除了去掉你这个啊，差不多3斤。嗯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3斤不到点点。哦吼，这个真漂亮，今天任务完成了。小蒋加油啊，等你上草鱼啊。好酸啊，陆夫蒋哥好酸啊。别跟我说话，别跟我说话。哇哦哦哦，你这个鱼布放这还是有点危险喽，它会跳的哦。我来把它装起来。嗯，装那个鱼护架了。嗯，认真对待了啊。不要看它肚子。对，下面总共多少蚕蛹？嗯，也没有，总共才2斤蚕蛹。哎呦，不要刺激它，不要刺激它，但哭了哇的一声哭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这就没有呢。你这个中间已经好久没有上一条正经的了啊。是的，都是这种小翘嘴。对，很小很小的小翘嘴。对对对，因为那个中间停了，然后那个有一段时间小翘嘴都没有了。嗯，小翘嘴没有了呢，咱们就是买了2斤这个蚕蛹。嗯，因为马上就到11点了嘛，我们准备掉了11点就收了啊。啊，我就把这个剩下的又打下去了。打下去了就整个就是这个小翘嘴呢，我这个3两3、4两的小翘嘴闹得很厉害。哎，结果这个呢口呢也差不多是点了2下，然后往下拖的这感觉。嗯，我就打了，结果开始还以为是草鱼。这哪里可以啊，大刀的哪里可以啊，结果是大刀。对，它久久不出水。兴奋了，一条鱼把老三干兴奋了。好久没钓过这个3斤的大刀了。看到，羡慕这手，这手感。哎呀，羡慕啊！哎呦，不要哭啊，千万不要哭啊！好，接下来可真的是有点没口了啊。嗯。又半个小时，一口都没有了。对。现在是太阳正在头顶上。高温的时候到了。嗯。11点了。嗯，差不多11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。嗯。这段时间基本上口就不咋地了哈，一般按我们的经验。对，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啊，嗯，就是水相对深一点，或者说是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啊，这个中午这段时间呢，钓这个扁鱼翘嘴还是可以钓的。嗯。但是今天的温度特别高，30多度。嗯。然后再加上我这边的水深呢只有2米，啊，所以中午的话我们就不钓了，就钓了11点就好了。从我们下竿差不多5点钟哈，嗯，也有6个小时了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个。哥哥，你要不要再手缓手你的大草鱼啊？我不走，我要走。你也走了，扛不牢了。不守到天荒地老吗？哎呀，鱼不行啊，钓鱼钓不到。直摇头。钓鱼要到岛上钓。到钓上到钓不到。行了，那我们说。说吧，说吧，说。刚才那个翘嘴是用挂玉米还是挂蚕蛹？嗯，挂玉米。玉米啊。嗯。总结一下啊。嗯。在江浙地区呢，其实很多在夏季钓鱼的时候都是用到这个蚕蛹跟玉米。嗯。啊，这个在江浙地区还是用的比较多。然后呢，像我们现在钓的这个呢，这是一个样。嗯。啊，一个样呢，它就是咱们平时钓的也是蚕蛹跟玉米。今天呢也试了，就是相对来说呢。也没办法去判断出是到底是蚕蛹好用，还是这个玉米好用，都好用，感觉都好用，都好用。但是有一点，嗯，这个蚕蛹的味道比较重，嗯，打窝在下面的话，相对来说它的幼鱼会更好，嗯，啊，那么玉米做钓的话，玉米它其实它的味型呢不是很突出，嗯，但是你在做钓挂上去的时候呢，可以通过下行的这个玉米下行的这个动态，嗯，啊，可以去吸引这个窝子里面的鱼的注意，嗯，它也是一个方法。那么如果说你是挂蚕蛹的话下去的话，等一等啊，鱼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做掉的啊。就是我感觉哈，嗯，如果说是白天钓的话，嗯，可能玉米的又是还可以的，对，到了晚上钓的时候蚕蛹的又是好，晚上是啊，对，因为什么呢，更突出味道是吧，一个是突出味道，第二个，嗯，晚上的时候触摸的鱼种啊，嗯，更偏鲜一点。哎，你像汪刺，对 对, 对，到晚上的时候用那个蚕蛹钓超级好用。对，晚上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像夏季晚上这个钓汪刺好钓的，嗯，啊，然后像鲤鱼啊、青鱼啊都有可能，嗯，啊，相对来说，就是就说白了，就是说咱们做窝子的时候呢，
你可以通过这个胃型稍微大一点的窝料把鱼诱进来聚进窝，然后再通过清淡一点的饵料也可以钓，啊，也是一个方法，啊。好的，今天收获了一枚大刀，可以的。像这么长大刀，手干钓好像很久没钓起来了哈。好久没钓过。啊，对。收吧，收吧。当当当当，啊，这是鳊鱼，两条鳊鱼，还有条大的，大的留给我做晚饭。然后那条翘嘴啊，那条大刀，你留着晚上招待客人啊。今天咱中午就不吃了，只能委屈下蒋哥吃鳊鱼了。来，蒋哥来，来来来，我今天请你了，请你吃鳊鱼。谢谢。哦，今天红烧不清蒸了，嗯。可惜不是老张自己做的哈。来来来，蒋哥先来，吃来来，你先。哎呀，来嘛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这么客气！哎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再接一接。啊，可惜啊，都要开车，喝不了小酒。不然的话，跟钓友钓完喝点小酒是最舒服的啊。一斤多的还是有点热，还是那样啊。嗯，肉还是那样。最起码有两斤多的饼。太好了，你再老了就不好吃。两斤多刚好，还可以。今天起得有点早，我们吃完就赶紧休息啊。蒋哥，下次再约哈。行，下次又带我们去好地方再。好，我帮你们找地方去。好。